好的，这里是路人 A。 上段时间呢，我买了一个平板啊，是11.6寸的三星的 MOLED 屏，是2560×1600的分辨率啊，而且它是联发科的 MTK6979 10核 CPU 啊，10核 CPU， 前置500万，后置1200万的摄像头，7600毫安电池，还支持额外的 OTG 扩展。作为一个平板，它还能把手机卡放在里面是最骚的，支持 GSM CDMA 网络，运行内存呢是 6GB。注意这个是 RAM 不是 ROM 啊。硬盘我买的版本是 16GB 的，而且它是安卓7.0的操作系统。此外它有蓝牙、收音机、 WiFi、 GPS 等功能。接口呢是一个 USB 2.0 的普通充电口，还有一个3.5毫米的三星耳机接口。哇，这配置10块钱你敢信吗？10块钱你相信吗？反正 Apple 是不会信的。所以我们来开箱一下它的本体啊，其实是这个东西。哇，这个10块钱平板说出来鬼都不信，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温馨提示：本次活动为内部活动，所有返款为微信返款，外围一律不参加。免单活动，外围还行，添加微信还行。这就是10块钱的平板了，就没了，就一个这个指尖陀螺。这就是10块钱的平板，我服了，我心里只有一句 MVP 了，这样。所以 UP 主后来就退款了，还行吧，免单的这个。指尖陀螺这个店后来也倒闭了啊，可能因为他刷单刷得太狠了，被人举报了。阿伯那天晚上也看到这个券，所以不太确定这个东西好不好。不要钱搞到一个指尖陀螺虽然有点麻烦，但是还是物超所值吧。带着疑惑，我拿着这个快递坐着公交车回来，结果公交车上两个开着外放看电视剧的傻子打起来了，因为他们俩看的是同一部电视剧。傻子 A 比傻子 B 落后一集，说傻子 B 外放声音太大，剧透了。世界上什么奇葩都有，今天是让我见透了。你看这指尖陀螺，除了可以减压以外，还可以锻炼其他东西。你看三个口，可以锻炼你的三指禅。这个口呢，你还可以锻炼什么其他的一些脆弱但是却坚硬的部位啊。它还可以磨牙，你看没事啃两下，然后磨磨牙口。当然了，它还可以干嘛呢？它还可以作为一个抽奖的工具啊，比如放在这儿，这儿指的是给我投2个硬币，这儿是收藏无数的视频，这儿是给我点无数的赞，我上面标一个记号，我得一转，然后就可以获得最终的结果了，很简单吧？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比较益智的啊。推荐大家玩一玩，当然劝大家还是不要赌博啊。一般的像 UP 主的话很少用这个东西啊，因为 UP 主时间比较忙嘛，天天有各种各样的富婆找我，我每天都要周旋在这种富豪之间啊，所以说这就没有什么闲暇时间来减压。 UP 主每平均每天要受到2到3顿的压力，所以说比较难受，但是还好，因为 UP 主体力比较旺盛，所以还能应付下来吧。但是我希望这种生活不要太持续下去了，终于熬不住的一天了，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，对吧？10块钱买一个平板是不切实际的，10块钱买个指尖陀螺还行。所以说大家以后千万不要信什么差价太多的东西，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平板要卖800块钱左右，80倍差价，这不可能的，对吧？希望以后大家都长长见识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是路人，我是金，拜拜。